续邀请你的朋友来到这里以外，请各位打电话给你选区的立委，不管哪一党的立委，拜托他们一定要站出来呼应人民的诉求，好不好？各位朋友，这个是整个行动青年占领第一法院行动以及共同参与的公民团体共同的决议，刚刚已经在议场内开过记者会，下午也开过记者会，同时黄国昌老师在青岛东路跟青岛东路朋友做说明，我负责来这里向各位说明，拜托大家一方面在这边静坐，一方面你要打电话或请你的朋友打电话找所有的立法委员一起站出来，来协助这个承诺中，好不好？各位朋友，这个是我们运动能不能成功的重要的关键。过去所有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都被阻挡在程序委员会外。现场感受，如果看一下，然后走过去以后呢，我们就跟着大棒走过去以后，再看一个地方停下来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再来跑。好，现在是外面的车辆。青岛东也蛮多人，这条进来，那另外立法院那一边是青岛东。这样我们讨论现在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就是他们已经在里面，现在。对对对。你不能让随便人进去，因为担心有人的人乱跑进去也干不出来。所以你只要从里面出来就进不去。还是可以进去啊，可是你要有关系的，像我们是进不去。关系是指的。有关系，你是学运的，要进去讨论啊什么，这样才可以进去。不是说一般，也怕人家混进去啊。让我们坚持到安全嘛。好，那我们就谢谢各位朋友，我还要提醒一件事。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坚持，而且和平分配，让我们这个坚持和平的力量持续下去，到我们成功，好不好？所以，请各位记得，在接下来的几天的活动，虽然有很多人企图挑衅我们，企图激怒我们，企图制造流血冲突，但是我们绝对不主动挑衅，好不好？只有和平的力量，只有和平的力量，只有非暴力的力量，才是坚持的力量，才能够摧毁独裁者的统治，对不对？请各位在接下来的几天千万记住，让我们继续维持这样坚持和平的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中强律师，这几天真的一直看到这些律师团的或者是法律系的老师们为了我们服贸像接下来监督的这个法案进进出出，然后忙得很，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律师也都在里面守着。对，有很多就是义务的律师团为我们控制。就是行政院那天，我就想要你们用不懂吗？你们被抓到中南海，对，我今天抓到新竹，还有丢包到中立，对。真的夸张，律师找了一整天都找不到，然后终于在新竹找到了他们。对。我们在议场里面的朋友，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种压力，或是各种问题要承受。当然，在外面的各位也是，但是我们是两边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是有人造墙，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继续坚持下去，好不好？那我们这边呢，有来自里面的一些声音，我们在这里应给大家。第二张是我来自台南，谢谢大家的，真的好感动，
我们过去要往那边走啊。对啊，我们沿着墙壁走。其实真的，心情要建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样会有公益卡带。接下来这位是来自台北的陈先生，陈汉志，欢迎他。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呢，其实我还蛮紧张的，而且这沙袋超重的，我今天真的蛮不舒服的。可是呢，我还是首先我要跟各位同学说的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从念书到就业到现在，其实我一个人呢，其实我和饼干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些付出，念书的念书，然后生活工作的工作。很少会去思考自己的未来，这个是这里未来会怎么样。先前呢也有几次，比如说像国中生事件啊，或是说这个台湾这个跆拳道事件的时候，我也还蛮愤怒的。然后就会有一阵子呢，我就会在脸书上面不断转贴这些文章。那可是过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说，那个记忆消了之后，我就冷下来了。好像开始愿意听学生们的声音，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玩真还玩假的，因为这人有太多前科了嘛。好，那可是至少我们会籍可以不一样，连国际间都看到了。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也让我重新要摆苦逼一点的表情，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情，因为我今年呢。个人是很没用三班的，因为今年就要满三十岁了。来朝圣啊，来跟你朝圣。来了几次这边之后呢，我发现刚进场看到你们两位来，各个学生们就好像睡这里啊，就是学生们会吃晚餐，他们会睡这里，他们上次去实习的，我会跟他们。Hello。好久不见，还好吗？有一个那个最后呢，有一半我简单讲一下哈，也许。